家好，欢迎来到雅居乐国际花园。该项目位于珠海唐家湾 CBD 滨海新城内，政府重点规划板块打造 TOD 小镇。 TOD 小镇的意思呢，就是以轨道交通、公共交通为中心，半径为2公里左右的居住和生活片区。在这片区外围就有国家发展的高新科技企业规划，包括国家机器人产业园、智谷圆心广场、中宇加速器、华金智慧湾的创新中心、汇金科技以及天地融产业园，整个大数据都是国家级高新科技。而在这片区里，雅居乐国际花园是占地最大、绿化最多的一个住宅项目。项目在售户型面积有85到100平米的三房、116到126平米的四房，南北通透，交楼时间为2021年6月。小区配套设施齐全，也是整个片区里唯一有会所、有泳池的，同时也被三大公园所包围，中珠景观带和半圆之圆景观公园及景观长廊。周边还有很多大型发展商，有仁恒置地、龙湖、大信的大德世贸广场和宝龙城，撑起一片大型商业综合体。政府同时也配套了教育用地，有理和中小学四所名牌大学。交通方面更是四通八达，南北贯通。其中轻轨从珠海机场到拱北口岸，经唐家湾到珠海北站上广州。项目距离轻轨站不到800米，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站，坐轻轨直通广州用时40分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京秦快线、兴业快线、地铁、都四通接驳港珠澳大桥及即将动工的深珠通道。深珠通道建造为铁路和高速道路双用，实现1小时内与周边重点城市的同城生活。该项目还有大平方复式户型在售。今天就到这，下期再见。置业专家、爱喝可乐的曾先生。